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饼干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一期韩服全新的 P 版枪管侦察冲锋枪预览影片啊。那么这把侦察的话呢，是 KACPTW 啊，Black Flare 黑色信号啊。那么这把的话呢，就是第一期啊 KACPTW 联盟的啊一个涂装版啊。那么这个从外观到这个枪身都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啊。那么就是改一改这个属性，被动属性，然后提高一些其他的这个数值，然后丢上去，然后就是一把 P 满枪管啊，所以说官方的话也是特别的懒啊。那么这一把的话呢是43攻啊，且没有伤害浮动啊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。那么28的穿甲啊，50.7的射程，13.89的射速，76.6的移动啊。那么这一把的话呢，除此之外，它这个被动属性就是击中爆准心啊，那么击中侦察和步枪的话是爆2.2倍啊，那么狙击是2.5倍。那么持续时间的话是针对侦察兵和这个步枪的话是零点三秒啊，那么狙击的话是0.2秒啊，爆准心啊，那么且这个击中手臂和胸部还有胃部的这个倍率是都是一样的1.25倍。那么这一把的话呢，就是主要是三个枪管啊，准确来说是两个枪管啊，用的比较多，一个是膛线管。我个人的话是比较推荐用膛线管，因为膛线管的话，这个毕竟就28穿的这个侦察啊，比打人一般都不是特别的疼啊。那么所以说带膛线管的话，45攻，然后再加三的话是48啊。那么射速的话是3.51啊，那么57.7的射程啊。带膛线管的话，这个可能会稍微痛一点啊。那么如果说你要带射程管的话，就是42攻、52.8射程、13.89射速。啊，然后呢，脉冲管的话是43攻，49.7啊，14.71啊，那么这个好像也还可以啊，感觉。那么一般我的话是用这个膛线啊，我个人是偏向膛线。那么官方特别的懒啊，关于这把 PDW 连特效就一般就只有两个可以解锁，你看像 XCR 和 M4 Submod 他们都有5个特效可以解锁。但是就 PDW 只有两个，所以说官方是真的是懒到家了啊！不多做评价，咱们来看一下。啊，左右的后座。就是还是稍微的比较稳。所以说刚刚看我带膛线管，这个伤害都比较多，还有点稍微伤害有感觉有点输出不够啊，更别说带射程管和脉冲管了。所以说带膛线啊更好一些。最后呢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饼干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지금 가고 있다. 탄창 교체!
총격! 跟那个贝雷帽不一样，这个算防御，贝雷帽是一枪头就死了。这个没带包啊！无所谓，反正对面俩狙。 啊！老子！啊！他妈颜色好高啊！我他妈几百！啊！子弹突击！准备，子弹！一直就这样吃。 没有啊，加速去，没说话。枪击弹。啊！啊！加速。 拉胯呀！水弹突枪！哎，退一下，退一下，我给你炸。气流가 필요하다. 水弹 투척. 적발. 가고 있어. 알았다. 수류탄 투척. 这感觉我操，就是他妈的。 알았다.
기포 발견! 가고 있어. 기포 발견!